对啊，我只是单纯要过来支持那个恢复权的部分，因为其实我私下有不少朋友是也是同事的部分，所以我想我应该要站出来帮他们管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台南人，我在金融区，我叫洪文，洪洪文。对，然后我其实只是想要表达一下，我会支持这一次的那个平权的那个修法。然后我跟我女朋友有我是异性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有跟我女朋友取得那个同意，我们在你们所有人，包括同志，不管同志也好，反正只要是人能够在法律上能够结婚之前，我们不结婚。对，我会支持你们走到最后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洪文的分享。那还有人愿意上来讲一些话吗？嗯，我们现在都还有直播，就是可以跟台中花莲的朋友一起讲讲话。就是要告一段落喽，谢谢今天来参加的大家。嗯，那再跟大家宣传一次，在今年年底12月31号这一天，我们一样会有彩虹台南游行。嗯，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站出来，帮我们站先啊。嗯 ，Fly V， OK， 我们的 Fly V 已经上线喽。嗯，如果大家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今年的彩虹游行跟去年一样，都是由恒盛新工厂的团队这边自力发起的。那昨天法英利的那个活动的那个连结已经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，那也就是请各位朋友们可以帮忙，就是分享给周遭的朋友，愿意支持这个活动，有大家的支持才会有就是活动才可以成型。那谢谢大家。现在从11月到12月都是台南彩虹台南的彩虹月活动的活动期间，嗯，那这当中会有很多就是有关性别的、有关彩虹的一些活动。那这些活动讯息都会发布在恒盛新工厂上面，恒盛新工厂的粉丝专页，然后也欢迎上去，就是12月31号台南彩虹游行的活动页面，帮我们点个赞，然后按参加这样子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当志工的话，也请上我们的活动页面，就是去报名。好，那在最后再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喊口号，然后那个直播小天使来一下。好，那请大家再跟我们喊一次口号，然后让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结束。OK， 婚姻平权。